我的小店重新开张，这么多父老乡亲前来捧场，太好了，真的。哎，我说老刘，前两天在我的疙瘩汤店喝疙瘩汤，你还没给钱呢，才8块钱，你带来没有？不是，你媳妇儿没给你钱吗？真一分没给。行，你男人呐，没事，以后经常来啊，不要钱，没事啊。哎呀，大妹子，你也来了。哎呀，我那舞蹈你教我那个，我练了好几天，你看我练的现在对不对啊？拉丁对不对？对了哈，没错吧？谢谢你啊，我舞蹈老师，请坐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大家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吗？啊，生活越来越灿烂，老了还来一段黄昏恋。我跟我的黄大妹的小娟儿感情啊，那是顺利进展。她儿子小超呢，跟我站在一条阵线。哎呀，非要给我这小店装修，往大了干。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啊，我现在火红年代这疙瘩汤店马上就成为正宗的旗舰店了。你说我给不给力？别光我给力，你们呢也给点力，经常光顾我这小店，是不是啊？我在这里给大家作揖了。我在这儿给大家鞠躬了，我在这儿给大家磕头了，这地怎么还没擦干净啊？亲家，你看见面升级，恭喜！哎呀，送点大礼，惊不惊喜？他惊啥喜？不就气球吗？还惊喜？这不是一般的气球，寓意老深刻了啊！咱小区对门那火锅店啊，为啥那么火？就因为开业那天，他们老板穿的不是西服，也不是唐装，就穿了一身气球。那现在这买卖红红火火的，我那天数了，他身上一共8个球。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觉，我这老些球都不知道有多少了。你穿上试试呗。有心人，亲家，不是你真是个有心人呐，这是我万没有想到的，你还能这么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哎呀，真好。哎，亲家，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你选气球的颜色哈，特别的环保，真的是吧？我穿上这身可以到大海里去游泳了。是，你不但会游泳，穿上它你还能长寿呢。没错，绝对长。你知道我这个叫啥名不？啥名？这叫招财进宝球衣。招财进宝球衣。对。哦。太好了，兄弟，谢谢你啊！哎，不客气，你可以回去了啊！我不回去，我回去我就不走了。今天，不是你干嘛就不走了你啊？不是，咱得说道啊！啊，打你试营业，我是不天天在这帮忙？是你现在都旗舰店了，你就不能聘我给你打个工啥的吗？打啥工啊？再说你能干啥呀？我给你当厨师。还当厨师？你会做啥？我除了疙瘩汤什么都会做。我这除了疙瘩汤什么都不用做。那我给你当门童。哎呦我的妈，就这模样还当门童呢啊！现在是减肥的健康时代，因为别人到我这吃疙瘩汤完了，一看这门口站个熊二，谁还敢进来喝疙瘩汤啊？谁熊二？你行了，你赶紧走。你干啥？你怎么推我？我没碰你，你自己把自己推出一里多地，你怨谁呀？你静静，你这么的，你看我能干点啥，你让我干啥都行。不是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么的，我在你前台，我给你开个票啥的，不行吗？就你大字儿不识几个，还要给我开票？谁大字儿不识几个？我什么字儿不认识啊？好，我问问你，三个口摞在一起念什么？三个口摞念品。三个木摞在一起念森。三个水摞在一起呢？念淼。三个一摞在一起念什么？三个哎，念三。就你这智商还要给我开票啊？你这是绕腾我呢？你我绕腾你？不是，这我干啥都行。你别缠着我 啊！我以前曾经跟你多次说过，你是钱顺风的老丈人，是我亲家，咱俩是实在亲戚。你说你在我这小店给我打工，
我一个月给你开多少工资合适？不，你怎么老往钱上唠呢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，我就是不爱在家待着了，我在家待着急上火，你没看这都起针眼了吗？我怕待出病来，你就让我上去打工，我一个月给你开点钱都行。不是，你照这么说，你一个月能给我开多少钱？我兜里有多少钱，我就给你开多少钱。你翻翻，还有300。啥时候给啊？现在就给。不行，你下班了。谢谢啊。嗯。哎，记住啊，以后每个月这一天都到这给我开工资啊。放心吧，咱不差事儿。